进堂咏，天主，求你因你的名赐我救援，以你的权能为我伸冤。天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执意倾听我的哀诉。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诚心忏悔，让我哋邀请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的面前，准备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了解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准备了有效的援助，求你使我们欢欣地接受你的救恩，并以圣善的生活加以保存。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智慧篇。恶人们胡思乱想，自语说：我们要陷害义人，因为他太令我们讨厌，反对我们的作为，指责我们违反法律，控诉我们品行不检，自夸认识天主，自称是上主的仆人，自充我们思想的裁判员。我们一见他就感觉讨厌，因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他的行径与人两样。他竟将我们视作杂种，远避我们的行径，像远避不洁之物，声言义人有幸福的结局，且自夸有天主为父。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看他究有什么结局。因为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定要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来吧，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看他是否蒙受眷顾，如他所说的一样。他们这样思想真是荒谬，因为邪恶使他们丧失了理智，不明了天主的奥理，不希望圣德的酬报，也不赏识无罪灵魂的奖赏。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上主的威容敌视作恶的人民，要把他们的纪念由世上灭尽。义人一呼号，上主立即俯允，拯救他们出离一切的苦身。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义人的灾难虽多，上主却救他免祸。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把他的一切骨骸保存，连一根也不容许折断。上主救助他仆人的生命，凡投奔他的必不受处刑。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
愿光荣于王权，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人生活只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愿光荣于王权，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周游于加利利亚，而不愿周游于犹太，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将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们想去过节以后，他也去了，但不是明显的，而是暗中去的。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人民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看，他放胆地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麦西亚吗？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然而当麦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的，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而是那真实者派我来的，你们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他们想捉住他，但没有人向他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各位好啊！喺呢个星期五嘅日子里边，我哋继续呢个四旬期嘅旅程，都透过弥撒啦，去透过我哋每日嘅祈祷啦，去走近天主。琴日我讲到咧喺呢个好多人都好似封锁咗喺屋企嘅时间咧，我哋要小心地。對我哋有時本撇啊，有時頹廢啊，有時啲時間亂龍啊，因為變化，因為冇咗節奏啊，冇咗框架咧，而要小心準備我哋祈禱嘅時間啊，我哋運動嘅時間啊，我哋休息嘅時間啊，我哋工作嘅時間啊，咁我哋有個架構喺度啊，咁呢個係盡量嘅，咁當然嚇我哋有意欲去跟隨一個計劃，咁然後就盡力咁樣去。成就做不到不要緊，这个昨天也讲过，也都造就了时间给夫妇啊家人啊是平时没有机会去傾的偈啊，去重新的认识啊，要是一个很大的恩赐。当中我们都有些弟兄呢，就因为平时没有那么多机会见同一个屋檐下的人，那就可能这个时间呢就会产生多了摩擦，多了的一些的可能会导致我们有情绪上的波动的原因。这个也都是我觉得就是看就不要看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件事。反而是看一个祝福的改善的时间。既然我们都同一屋檐下都要同舟共济。都是一个把握这个机会去摆低下一些的成见。摆低下一些的可能积聚了一些的嘅誤解啊，嘅傷痛啊，去懂得去求寬恕，亦都係接受寬恕，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呢個時間去善用啊，變成一個祝福、修補、成長、茁壯嘅機會。另外一個今日亦都想提點大家咧，就係、是、大家都可能即係除咗我呢個頻道咧，或者透過唔同頻道咧，都可能參加唔同嘅禮儀啊、祈禱啊、默想啊咁樣嘅。特別在參加禮儀啦，無論彌撒又好啊，拜苦路又好啊，盡量咧都係，尤其是每日嘅彌撒咧，盡量都係嘗試去揾同一個時間，
唔係一定，即係唔係呢個唔係硬性嘅。咁但係點解咁樣講咧？就係、是、平時我哋去彌撒咧，都唔會係任憑我哋幾多點行入去有彌撒噶嘛。咁呢個一個框架嚟嘅，變咗唔係我哋得閒啦，天主你嚟啦，而係特別係彌撒或者一啲每日最重要嘅祈禱時間咧，係我哋 set 定咗一個時間，我哋奠定咗一個時間咧，就係、是、變咗我哋係喺嗰度等待天主。不是天主等我们得闲，是我们变成有一个等待，因为等待呢可以扩大我们的热切和渴求。第一个想鼓励大家尝试去做，就是每天都定一个时间，即好像我录这个弥撒都是每天都定了同一个时间做这件事、变成逼使我呢，就是说、我有个架构在这里，这个是神圣的时间。如果有可能的话，虽然你说、你的录影里面看到有个祭台，有蜡烛，有十字架这样，始終呢個都係呢、这個都係呢、这個 virtual 啊，呢、这個嚇，即係唔係真實喺你面前。如果你屋企有嘅，譬如你自己本身嘅讀經書又好啊，你可能有啲用個 tablet 啊咁，即係好好睇睇咁擺一個位出嚟。甚至如果有蠟燭啊，有十字架啦喺屋企咧，擺翻個祭台仔出嚟。呢個係對個環境嗰個替造啊，咁唔會你變咗有個 temptation， 你坐喺樹電話響，你停咗個 video。咁就走去聽電話啊，或者復 message 啊，或者種種呢啲咁嘅，好容易喺我哋唔喺個聖堂裏邊，唔喺個特定祈禱嘅空間裏邊咧，我哋會喪失嘅。咁我哋唔好因為入唔到聖堂而喪失咗呢個空間，而係要帶祈禱嘅聖堂裏邊俾我哋嘅嗰份恩寵咧，帶入去屋企裏邊。可能呢個都係呢、这個時刻都係天主俾我哋可以能夠做嘅呢一樣嘢。就是、我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我带了圣堂进来、真的好好看看整一个位置、甚至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张似样的凳，不要坐在地下或者摊在树、可能会帮到大家，就是、在这里、我们真实想有一个心连心和天主、我们没得实领圣体，我们说神领圣体或者愿领圣体，似乎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领圣体，是吧？真的可以领圣体而领不到的，可以神领圣体。其实领不到圣体的，因为罪的原因，或者未信教的原因，或者未初领圣体的原因，可以愿领圣体。所以天主自然会给我们可以接受的。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看看 我朝着个什么的，带着个什么的心情去进入去。所以有很多的准备，很多的准备。所以也不要松懈了，譬如、平时应该有的睇定个读经而進入彌撒的準備功夫，不要因為這家不是真的去聖堂而怠慢而去不做、或者有些人甚至會說使不使穿漂亮一點，可能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我們、今天的讀經，今天讀經呢開始我們看約望福音，這幾天都開始其實、連串看約望福音一些平時比較少看或者不是那麼容易明白 的經文、耶穌好像在挑逗著那些敵對他的人，開始講一些他們不喜歡聽的東西，次次會 連續幾次都會他們會反對他，不接受他，不喜歡他講的東西，甚至今次會想拉他，下一次就想用石頭釘他。那他其實很多這些經文裡面是講什麼的呢？他其實是講他是獨生子，他是天父派遣他來，等同於天父的獨生子。在約望福音在這方面是很清晰的，很多人要說、耶穌沒有說他是主，在聖經裡面沒有說過、但是他多次特別在約望福音說呢，就是他稱天主為我的父親。在舊約猶太人的稱呼裡面，他們不會說我的父親的天主，他說我們的父親，整個民族的父親。咁呢個就好唔同啦，因為呢個民族喺邊度嚟啊？以色列民族係天主喺埃及地由一個民族嘅底下嘅囚牢裏面抽佢哋出嚟嘅。咁呢個係天主創造嘅新民族，咁自然天主就係呢個民族嘅父親。咁作為一個民族嘅父親喺呢度咧，就係一個創造嘅關係，創造者同埋受造者嘅關係。咁即係話受造者同創造者唔係同一樣嘢啦嘛，唔係同一樣嘢。
咁所以猶太人咧就知道我哋話我哋嘅父親係天主啊。佢意思佢知道就係佢唔係講緊係等同於天主嘅。但係當我哋講緊一個人一個人嘅時候，佢哋就講緊佢哋係等同噶啦啊。猶太人嘅名稱咧好得意嘅啊，好多名咧即係譬如 Simon 啊，巴多禄咧嘅佢叫 Simon Barjona。呢個 bar 呢個字咧，喺佢哋嘅阿拉美文裏邊咧，意思就係話邊個嗰、那個嗰、那個阿爸係邊個啊 ？Simon 啊，西門佢係乜嘢啊？佢係約納嘅仔啊，或者約翰嘅仔啊。咁咩意思啊？即係佢同佢誒，佢同中拿 Simon 同中拿係同一類人，係同一都係人啊。所以耶穌佢話天主係我嘅父親。是他派遣我来的，他就是讲紧我同天主是同一样嘢，都是神，都是天主，都是有超性的。咁呢度点解犹太人听得明？就是听得明需要拉佢，啊就是、听得明佢讲佢系凌驾我哋嘅，听得明佢讲佢系天主派遣，是同天主一样，是天主的进入，成为咗人的进入。我哋当中，所以喺呢度亦都作为一个反省，就系我哋准备紧去到圣周啦，为我哋牺牲奉献嘅，唔系同圣父冇关系嘅，而系真真实实天主父同性同体合而为一三位一体之中嘅其中一位耶稣基督，佢又系人，又系完全嘅天主，系佢。準備緊去將我哋嘅罪承擔喺佢背上，好讓點啊？佢派遣嚟我哋當中，好讓我哋如果相信天主咁親近我哋，係要攞走我哋嘅罪，只要我哋容許去攞走我哋嘅罪，容許我哋去跟隨去信任佢，去同佢建立日復一日嘅密切嘅交談，聆聽佢嘅聲音。學習他已經宣布了給我們的喜訊在一個福音書裏面、啊、嘗試去將他的教導今天再一次付諸實行的時候，那份的平安喜樂他許諾的就是屬於我們，他真實地救贖了我們。今天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我們的不方便，我們的、憂慮，我們環境的不受控、啊、耶穌全知曉，而是他亦都是天主去掌握一切。我们的苦难不是来自他，但是他容许，因为他要跟我们一起肩负，一起 背起这个十字架。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是柔和的，是轻松的。让我们亦都朝着这个方向，将我们的目标再一次放在耶稣那里。今天，今天可能又有今天的负担，今天又有今天的忧虑，今天又有今天的事情要处理，今天又有今天控制不到的事。主耶稣，你是来自天主，我们信靠你，我们选择地选择去捉紧你，去吸取你的平安，你那份知道天主父就在面前的喜乐，不惧怕，不担心地向前走。给我们力量，不要看着我们的不能够，但是看着今天我们怎样去好好地做好每件事，可能身边家庭关系工作、啊、有一点不方便令到这些事卡住，小事中让我们发大爱，因为有你主耶稣同我们一起。阿们。让我们献上祷声，我们继续去为因为这个疫症所影响的弟兄姊妹，首先为所有病者，特别是临终的弟兄姊妹，愿天主赐予他们安慰，赐予他们痊愈。如果今天要离世的弟兄姊妹，虽然没有机会有身边有人同他祈祷，亦都可能领不到圣事，愿你宽恕他们的罪过，赐热他们的心，
可以在这个时刻完全投靠你，完全去弃绝他们以往任何不洁净的任何的罪过，好让他们的灵魂可以投奔你永远的光荣。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定我们，为疫症的终结，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定我们，为所有的前线人员，无论在医院里面，在疗养院里面，在种种的店铺里面服务我们的人员，警察、消防员，仍然今天在社会上令基本的需要可以运作的弟兄姊妹，愿天主保守他们，安保他们的健康，赐予他们依靠你的力量，去继续去祝福他们要服务的人。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我们的政府人员赐他们智慧，赐他们爱心，让他们能够可以努力地为所有特别是最有需要的人士服务。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我们每一位能够可以在小事上发大爱，能够可以更加以此捉紧主基督，不要被今天的忧虑恐惧令到我们离弃天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定我们，为很多仍然是不愿意去隔离的人仍然危害其他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问题而出去聚集的弟兄姊妹，愿天主警醒他们，唤醒他们的良知。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为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默默献上我们的祷声。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天父收纳我们的祷声，赐予我们今天新的力量去追随你，去爱你和我们身边遇到的每一位，藉着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全能的天主，求你藉这圣祭净化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日益纯洁，堪当接近你。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教我们刻苦斋戒，清心寡欲，培德养性，而获得赏报。尊位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圣，藉着基督赞美你、钦崇你、敬畏你、欢跃庆贺你，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者，基督，我们每次吃这饼、饮这杯，就是传播你的圣性，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怜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彼此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垂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基督内藉他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无论各位是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我们在主耶稣面前诚心地渴求主耶稣来到我生命里面吧。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天主，你藉着圣体圣事使我们除旧更新，求你帮助我们摆脱罪恶，努力到圣善的新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今日有个宣布，喺弥撒俾祝福之前。今天是星期五，我上個禮拜就嘗試在星期五晚呢就做一個聖時和拜苦路去做這個直播的，失敗了，因為這個網絡不夠 bandwidth，所以今次呢就錄影了。在今天星期五呢，香港時間下午兩點鐘開始，在這個 YouTube channel 呢就有得看了。當然在北美方面的弟兄呢，就你起身就有得用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可以藉著這個呢可以一起做這個苦路善功呢，當中也都有這個朝拜聖體和這個聖體降福的，希望這個恩寵可以幫助我們更加連同世界上特別是這一刻最受苦的弟兄姊妹可以同心走在一起領受耶穌特別的恩許。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弥撒礼成，感谢天主。让我们诵念这个慈悲串经，特别是临危的弟兄姊妹，所有在这个疫情之中最有需要的人士，让我们一一都祈求天主的慈悲去胜过他们现时所经历的痛苦和黑暗。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般若比拉多时蒙难，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义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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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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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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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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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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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